开始啦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里？小熊和，哎呀，哎呀，小熊，熊妈妈不在家。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，我向我的朋友都会来的，来。可是我没看见家里有生日蛋糕，天哪，没有生日蛋糕，我该怎么办？锅子在火炉旁边，锅子里有水是热的，要是我放一些东西到水里，我就可以让做生日汤，我的朋友很爱喝汤的。我来看看有些什么东西，有壶、红和五胡萝卜、马铃薯、饭都和番茄，我可以用很多和胡萝卜、马铃薯、饭都和番茄煮一锅汤。于是小